大家好，我是 Fairly， 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表情大挑战。但是讲到表情这一家嘢呢，我就不是很在行的，不过我家就有一个表情高手，我现在就请他出来挑战。大家好，我是天天姐姐，你今天会挑战我些什么？今天呢就犀利了，我会帮你做一个表情大挑战。咁我呢度就有十个表情要你做，当你做好一个，我就会隔离嘅方格加一个 tick 好，如此类推。当你十个都成功晒嘅时候，你就可以做到表情大师噶啦！我好想做到表情大师啊！咁你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啦！咁我事不宜迟，而家即刻开始挑战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开始表情挑战。第一个，开心。第二个，嬲。第三个，好惊。第四个，好无奈。第五个，惊喜。耶耶。第六个，兴奋。耶耶耶耶。第一个，呆咗。第八个，难啲啦，认仔。第九个，扭计。够。第十个，星星样。好啦，咁咧，你呢度十个都 pass， 想唔想难啲啊？想。好，咁我哋难啲啦。我而家咧就会好快咁去讲嗰啲表情啦，咁你就要即刻做出嚟俾我，得唔得？得。咁如果你呢一级都 pass 咗，你哋就真系好叻啦。好，准备好未？准备好。无奈。呆咗。认仔。惊喜。开心。扭计。好惊。最后一个啦。准备好未？惊喜。耶耶耶。好啦，咁你全部都 pass 晒啦，你正式成为表情大师。咁呢度呢有一个奖牌颁俾你。好耶好耶。这个呢就是你练回来应得的，揽住，是啦，拿起，影相，拿起，拿住，是啦。那我们今次这段表情大挑战呢就到这里啦，而我的天天小佬呢都成功成为了表情大师。那不知道各位小朋友在家里挑战又成不成功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知道的。最后记住 like 和 share 这段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